肌肤出状况需要加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皮肤科医师李美清。持续进入秋冬，大家都帮自己的保养品换季了吗？精华油是这几年来秋冬保养的必备单品，除了可以修护老化所流失的皮脂分泌量，也可以舒缓秋冬所造成的干痒不适症状。改善肌肤的方式，除了避免热水洗脸或长时间待在户外，建议使用油脂舒缓肌肤干燥，选择小分子油脂、植萃成分来源、亲肤效果佳的精华油，滋润干燥肌肤。同时要注意避免酒精、香精、防腐剂的刺激。多数人会惧怕油类保养品容易出现油腻感，近来因为研发技术与成分的改良，精华油质地变得不仅轻盈，且吸收速度快，相较精华油丝毫不逊色。精华油成分的选择建议以植萃成分为首选，除了有滋润舒缓干燥的功效，更因植物多重防御功能，进而达到抗老化的功效。整体来说，除了严重出油的肌肤外，精华油适用多数肌肤，尤其对于干性、熟龄甚至问题肌肤，精华油可以成为重要保养步骤，能确实改善干燥、细纹等现象。除了作为日常保养品之外，精华油也可以一物多用，我们可以把它加入我们的身体乳液，或者是加入我们的粉底液，甚至当作护发油来使用，都能增加滋润效果，让肌肤服服帖帖，保养功效大大提升。